标题，请主持阿爷厨房深入民心，人气高起。最新一集节目预告，初接本文编辑剧透社 ，Jackson 现年73岁 ，TVB 资深艺人李嘉鼎鼎爷，近年除了专心打理自己的14生意之余，还参与拍摄 TVB 美食节目《阿爷厨房》。从2016年第一集《阿爷厨房》出街之后，观众的反应极为热烈，两年来已经拍到了第三集了。早前鼎爷与谭玉英姐姐刚刚合作拍摄完第三集《阿爷厨房》，据悉最新一集节目即将于下周一正式出街与观众见面，相信各位街坊朋友都十分期待。事关鼎爷以往经常会在节目中与观众重温50、60年代的家常菜煮法，令不少家庭观众学到妙招。鼎爷凭着该节目厨子形象深入民心，不少观众及网民都打赞他的烹饪手法精怀，更令人对他一贯的武打演员印象渐渐的改观。鼎爷因此人气上升，同时又带动他旗下投资的14生意更加可似云来，生意越做越大。今日鼎爷与韩玉英姐姐齐齐现身，为出席阿爷厨房的记者会期间，鼎爷再次大耍刀工，而谭玉英则笑指自己趁机在旁偷师。谈到这次第三集阿爷厨房的内容，鼎爷透露这次节目组将走访顺德、潮汕等地方，寻找地道美食。鼎爷笑谓，因为我很喜欢寻根究底，所以我自封为八婆鼎。而在旁的谭玉英生则表示，在顺德拍摄期间，自己最高纪录试过在一天内狂吃7顿，得天独厚，怎么吃都不会肥。谈到圣诞节即将到临，鼎爷表示自己要开工度过，但已经儿孙满堂的他直言更希望能够休息与儿孙相伴庆祝佳节。他笑说没办法，要挣钱，私房菜的生意太好，并未排至明年初了，已经预计农历新年也就只有3天时间休息。